再做。酱油，一点点辣。对，我们先听到号码先点餐。今天我点什么？上来了，不好意思。记得吗？你要什么？我要两个宵夜。刚刚不是有跟一个女生，她只跟她换钱的，然后她有拿五十块给你。没有没有，她拿走，我拿给你那个谁。两个宵夜。刚才Thank you.
去哦。快去后边，快坐哦，你上后边。我甲伊讲，有买无走，无买起来。好，等一下哦。两个胶原嘛，哦。可以吗？谢谢。哎，牛，我等一下再做。好的，四个。
不要软花生？花生、豆花、莲藕。哎，还有吗？然后再加上藕泥。嗯。这个嘛哈。要吃比较甜吗？好，我帮你用甜一点哦，哈。那个糖很好吃。现在夜市不好做了，所以到这样下雨天都会休息。冰铁出来，哎呀，拢加减还阁会烧烧啦。别人的也要另外装吗？还是装一起？啊，好啊，那个辣的另外装。好，其他不辣吼。餐具呢？备用调味面。100元。三个都加的。
是这样有点亮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反光。不好意思。鱼落之后还有吗？我要辣。辣跟酱包一起还是分开？包一起。好，这个现象。这边结账就好了。酱油要辣辣的包一起。你的酱呢？加上去还是分开？加上去就好了啦。有要辣的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辣。好。
酱油，一点点辣，吃好了，好，来一点三，好，谢谢。这边吃带走，我带走。要煲汤吗？要煲汤。芹菜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先帮你煲汤，等一下哦。芹菜可以。不用那个，我不用，我用。那个另一个菜头。啊。还有吗？这个都煲好了。嗯，好，还有吗？刚好200。酱要辣吗？可以另外帮我煲吗？可以，辣跟酱煲起来是分开。好。第三，两枚，再来开台了哦，不，不，再不就来开台了哦，开台了，哎，大家好哈，哎，大家好啊，我叫戴耀平，戴，谢谢。
真的。小问小。好。你要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需要吗？不要吗？看完当然要知道下一次暂停，只是我们两个
我只能说人会改变，你也不用觉得亏欠。你要爱谁，我再变，但是我在。